你知道吗？作为前飞儿乐队主唱的张文婷，最近与智商力和主唱张远的合唱意外出圈，热度不减。更有网友直呼原地成团出道，你们支持吗？一起来看看两人的精彩演出吧。没有你的世界，我无力承受，把情绪爱的最后，指尖缠绕的温柔。第一首《绝爱》这首歌有没有让你秒回苍兰诀的感动中？张文婷一如既往的稳定，深情不羁。张远真假声的转换与张文婷可以说是无缝连接，两个人一开嗓就被惊艳到了，高音太震撼了。二首《嘉宾》这是张远很火的一首内心独白歌曲，为了与张文婷的合唱更有代入感，张远对歌词、旋律以及剧情都做了改编，两人的虐心对唱将情感表达得酣畅淋漓。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三首《我们的爱》，张文婷、张远默契配合演绎《我们的爱》，为这首经典歌曲赋予了全新的氛围感，将一首情歌演绎的磅礴大气，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我们的爱我明白，已变成你的负担，只是有人我都放不开，最后的温暖，你给的温暖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别忘记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